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哎，我给你买的面包你怎么都不吃啊？我不喜欢吃这个，这个太难吃了。其实我也不想吃这个，我也想吃酸菜蛋糕。你不要给我了哈，我也不想吃。最后，妈妈还是给我们做了酸奶蛋糕。妈妈说，这个蛋糕是最简单蛋糕了。要不是我不能用烤箱的话，我都自己做了。我就是把鸡蛋、酸奶、糖和淀粉搅一搅嘛。本来我就喜欢搅面糊糊玩，现在蛋糕糊就完成啦。接下来把蛋糕糊倒进烤碗里，先只倒一半哦，再分几片我爱吃的芝士片，最后把蛋糕糊全部倒进去，放入烤箱。用190度烤40分钟，怎么样？我就说很简单嘛，又像芝士蛋糕，还像蛋挞一样，反正就是超级好吃。看看这流行的芝士，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我去吃蛋糕喽，拜拜。哇，妈妈真的是太好吃了。